今年月家老兄弟独立创新的流彩画法，真有个人的风格。嘛，因为伊的画作是透过水伫咧纸顶面流叮当，搁再画上色水来完成的，所以无法度模仿。嘛，好画作更加有生命力，接受到海内外收藏家的喜爱。最近伊也来到昆林科技大学的艺术中心举办展览，总共展出88个作品，主题也真多元丰富。其中有不少画作拢已经予人收藏，展览机会真难得，真值得来欣赏。今名刘彩画家老兄弟最近难得来昆林科技大学艺术中心来展览，是请大批艺文人士来鼓励，由来自大陆的教授被老老师所画画作所感动。看能不能联系到陕西西安呢，是个古都啊，到那边去办。有他的内心的那一个这几十年的修为，我非常喜欢。他有几幅画我也有收藏，那他的画是让人家觉得是非常淳朴，然后没有污染的。我刚开始也是以西画跟水墨为主，我是艺专的那个水墨的主修水墨，在2004年。开始研发这个叫做流彩画，流彩画的特色就是利用水带动颜料来画画。这个画风呢，应该是可以在我们台湾做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画风来推广。透过水滴纸上流动，结合脑海中创作的灵感，让水流的线条变成一百一百比例多位，有可能是一只威风的虎走来你头前，也可能是使人尊敬的观音出现在你眼前。这是流彩画迷人的所在。它是一个水在流，你没办法完全控制啊，所以它是流到哪里，你要画到哪里。我画的话，像这个老虎，我自己画，我都没有办法再画第二张，这个失败率也很多。啊，可能有时候十张选个几张而已。用第一位流彩画画和大家对话，老兄弟大岁画作被收藏上千百。这届以来展览总共展出88个作品，其中不少已经被收藏，受邀来展出，每一笔拢上故事。画好之后呢，我感觉上那个我画一个我小儿子的那个图像上去，所以他是从穿越时空出来的感觉这样子。要画海浪，结果。我看它比较像老虎，所以把那个头改成老虎，所以这张画呢是一个很珍贵的一幅画。这张画人家这张已经是收藏家收藏的，这张画呢已经出价到48万了。想要欣赏老兄弟大叔难得流彩画作，会当把握最近在昆林科技大学艺术中心展览的机会，登记到2月初，欢迎各界艺文人士来参观。记者陈昌波。